大家好，我是日冕的作者易峰，我为大家介绍日冕近期的开发内容。新的战斗 UI 已经时装，由林凯诺夫绘制，包括游戏内的操作面板以及协议面板，非常有神州风格。目前日冕中的所有阵营都换装了这套 UI， PDZ 也正在研究更换第四阵营 UI 的技术，等这项技术完善之后，我们将恢复其他阵营的 UI。 You look like you're fresh out of cadet school. Are you sure you're in the right place? 日冕的大船体积远超原版，原版级别的模型贴图被放大后，精细度显得非常欠缺，所以为这些大船制作更多的动态细节是有必要的。最近我们为这些大船安装了螺旋桨和尾舵，它们能随着船体的运动状态表现出正确的动作。并且每一艘都有各自的特点。为盟军航空母舰的雷达制作了航空指挥升级后的模型，镰刀机甲更换了模型，新模型由波罗制作。这是一个拼模，意在还原设定图中的镰刀造型。目前的模型只是一个试装版本，最终版本的模型将包含两个机枪手，并具备相应的动画。同样的模型也会在 Armor Rush 中时装。面具重绘了原版各阵营步兵的贴图，将原版贴图的分辨率提升至4倍，并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设计。波罗配合调整了部分步兵的模型，并重新绑定了骨骼，以便新模型能应用上原版的动画。之后我们也会对坦雅、百合子、娜塔莎的模型贴图进行重置。坦雅获得了加强，手枪的射程从200增加到220，并且可以直接攻击天眼哨机、爆裂机器人、火箭天使。但是这个龙岩他把这个坦雅喷到了龙船口。在上一期的视频中，坦雅无法对起飞后的龙船造成伤害。
目前我们修复了这个 bug， 并为谭雅的 C4 炸弹制作了攻击特效。在龙船被炸毁后，谭雅将启动超时空腰带，闪现回到地面上。神舟破军金甲，破军金甲虽然很早就在对战视频中出现了，但是由于功能不够完善，没有系统介绍。最近我们更新了破军金甲的贴图和模型，作为一个神舟的 T4 单位，怎么能没有牌面呢？亮灯。破军金甲的动画由金城在制作，同时也时装了与动画匹配的音效和特效。由于破军金甲的攻击需要与动画匹配，而一个模型一次只能播放一个动画，所以在之前的版本中，破军金甲不能再移动时攻击。不过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破军金甲现在可以移动攻击，并且可以直接碾压步兵。攻击动画与行走动画互不干涉，大幅提升了操作手感。与将军刽子手一样，破军金甲带有攻击必中的属性。移动攻击也让金甲能更灵活地规避伤害。破军金甲在重伤后会有着火特效，机甲上的部分灯光会熄灭。我们也试做了残血跛脚行走的动画，不过相比于全身着火依然稳定的行走，显然是失了几分霸气，故我们决定放弃使用此动画。破军金甲的死亡动画有两种，同样也有与动画匹配的特效与音效，以后不排除增加更多死亡动画的可能性。破军金甲的技能是将能量聚集到剑尖，并向前划出一道剑芒。技能可以对直线上的目标造成伤害，能掀翻步兵，打乱阵型，当然也可以用来对付一些普通攻击够不着的目标。在获得传动升级后，破军金甲的背部将会附加一个推进背包，并获得一个被动的冲锋技能。在首次攻击时，破军金甲会打开推进器冲向目标，并造成600点高爆伤害，此过程免疫控制，被动技能冷却时间为10秒。升级的外观变化在残骸中也有体现，
潜艇加入了重伤上浮机制。在红血状态时，潜艇会强制上浮。在被修复至黄血时，会重新下潜。苏联和升洋直升机加入了反潜能力。不过为了体现潜航带来的生存力优势，直升机对潜航目标的伤害依然低于对水面、地面目标。盟军的冷冻直升机可以用技能让潜艇强制上浮，在目标进入超时空裂缝之前，可以集中火力将其摧毁。太刀重巡新增一对鱼雷发射器，削弱了主炮威力，对任何方向的目标都能保证有两座鱼雷发射器处于攻击范围。现在的太刀以鱼雷作为主要输出手段，大幅提升了反潜能力，也更强调制海。神州的修理工，军部司械的语音已经调试完毕，由摇滚的菠萝配音。司械就是工程兵，有什么东西坏了吗？能工巧匠也算是工具人，大家都有外骨骼，军部就是指战部。我这就去，希望那里是安全的。没问题，将军。正在移动，风险尚存，小心谨慎。大概没人和我在跑。施工图纸在哪儿？终端篡改和外墙刷新，你喜欢那种风格？是油井吗？好的，这东西归我了。Oil data caption。好。让我来干掉他，我也是有外骨骼的。现在军部司械可以在攻击不同目标时说出合适的语音。好，让我来干掉他。这机械臂力道可不小。好吧，我去修，你们开车应该稳当点儿。没问题，将军。谁的机械改坏了？又要修车了吗？有设计图吗？有电机原理图吗？正在赶工，别催。好像多出了什么东西。正在赶工，别催。原来是这样工作的。这部线真是一团糟。自律维修终端释放。这是一号方案。临时的支援点位，点天灯，感觉怪怪的。
荣出阵。祝融换装了易潇的新配音，并且也新增了更多的台词。天明地德，光照四海，进可攻，退可守。将军，茶水香醇，祝融在此。撼天地，震乾坤，击溃他们，打碎他的面门。前方战场平坦，系统重置，迅捷如风，焚灭于此。炮手锁定目标，动力强劲，来去自如。列队行军，保持车距。Poseidon cruiser on departure。波塞冬巡洋舰的语音由凯欧利提供，由宁海、幻影编写台词。Radar is in working condition. Poseidon cruiser standing by. Protector of the Allied fleet. Allied cruiser ready. Checking navigation system. Navigating water place. Flying course. Main engines engaged. Adjusting rudder. In the name of Poseidon.All hands, battle station! Unleash the trident! They shall go to hell! Target confirmed! All hands, battle station! Attacking! Guiding system set. Allied cruiser ready. Black hole armor? That's a good idea. Naval support, awaiting orders. Weapon system, radar is in working condition.Ready to throw! What? We're leaking! Guiding system set. Alright, who wants to get some hits? Protector of the Allied fleet. Flying course. Prism tank in order, sir. 光轮坦克也时装了语音，语音由一位外国友人 Citizen Batter 提供。System self-check completed. Laser emitter ready.Power coupling optimized. Prism sensors stable. Prism tank ready for engagement. Readjusting stabilizers. Adjusting system for transport. Compensating for terrain flux. Magnifiers activated. Target location confirmed. Initiating lightning strike. Lens are charging. Calculating reflection arcs.Magnifiers activated. Focusing light energy. Defensive laser system. Activating missile interception protocol. Defensive laser system. Scanning for incoming missiles. 本期的日冕开发杂谈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